Oh.
那个就是圣灵引导。你认为不太好的地方，那就是魔鬼的引导，不一定。有的一句，你认为是很差的地方，很不好的地方去的时候，这个可能就是，也许也是圣灵的引导。也许一个你觉得是非常快乐、非常向往、非常好的地方去，不一定是圣灵的引导，可能也可能是魔鬼的试探的地方、工作的地方。所以你不要认为哦，圣灵引导的一定是非常完美，你想象的那样的好。如果说圣灵引导的，一定是不会很快的，不是你想要的那个地方，不一定。因为弟兄姐妹，你从耶稣受试探这段经文里面，就可以给我们清楚的看见，每一个人都要受试探，而且我们试探的地方不一定是好的地方会受试探，坏的地方就不会受试探。也不一定说坏的地方会受试探，好的地方你认为非常完美的地方就不会受试探，不一定，不受环境的这个影响。同时第二，让我们看见圣灵的引导也不一定会引导你所向往的，也许是跟你向往是相反的一个地方。那么耶稣受洗的时候，刚刚圣灵降下如鸽子在他的身上，上帝而且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却圣灵把他引导到旷野去受试探。弟兄姐妹，从这一个故事里面，经过描述，这经过的描述中间，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要吸取教训的，魔鬼从耶稣身上这三次的试探，很简单。第一个试探就是把石头变成食物。第二个，什么叫他从殿顶上跳下来？他会认为，他说：“上帝既然是我所爱的，那他一定会差遣的使者拖住他，使他不至于有受伤。”第三个试探什么呢？把他带到一个高山上去，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举给他看。他说：“你只要跪下来拜一拜我，我就把它都赐给你。”这三个试探，我相信也是常常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会发生的，只不过明显不明显而已，只不过是大，有的时候是看起来很大，有的时候看起来很小而已。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就是试探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这个试探是一种什么样试探呢？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弟兄姐妹，耶稣为什么受这个试探？叫他石头变成面包，因为这个时候耶稣正是饥饿的时候。怎么看出来？耶稣受洗之后，受圣灵引导到旷野的时候，禁食40昼夜，也就40个昼夜，他没有吃过、喝过。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是一个人性，人性40昼夜是很不吃不喝，是很厉害的。如果叫你我，如果10天不吃不喝，那已经是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耶稣是40天没有吃喝过，在这个时候，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需要食物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这是也很需要的。但是，然后魔鬼试探他是什么呢？在这个时候，叫他用把石头变成面包来充饥。这个石头变面包，人能做的吗？人不能做的。如果人能做把石头变成面包的话，那人就不需要劳动了，人就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不需要付出任何责任。这像很多世界上的人取笑我们基督徒一样，你们天天阿爸阿父啊，那你们就不用工作了，不用干活了啊，就向上帝说一下，天上就会掉下粮食来给你们吃了。弟兄姐妹，人上帝造的时候给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你的能力不可能要让我们叫从石头变成面包就可以变成面包的，这是不寻常的事情，
这破坏上帝创造的规律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谁能做呢？上帝是能做的。上帝能够使无变有，上帝叫石头变成面包，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是耶稣不能，耶稣完全可以。但是作为耶稣刚受洗进猪般的礼仪，谁要进猪般的礼仪？是人要进猪般的礼仪。他竟是四十昼夜，为什么记载在那里？正是因为他按照着人来说的。如果神的话，不用说禁食四十昼夜，就是禁食400昼夜也无所谓，他可以不吃不喝。那从这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呢？这是不正常的。这个地方就给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一个耶稣他要食物吃来充饥，这是正常的。然后让耶稣用石头变成面包作为他人性，这是不正常的。从这个地方给我们总结了一个什么道理呢？魔鬼试探的人的时候，他会要很多的时候试探你，将你正常的需要要用不正常的手段去得，这个就是魔鬼的试探。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有很多的需要，每一个人在这上肯定有很多的需要，你有吃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工作的需要，赚钱的需要，你有很多的需要。如果你这些需要要用你有里面的声音告诉你指挥你，要用不正常的手段去得去捞的时候，那我们就上了魔鬼的当，我们就备受试探而失败了。曾经听到这么一句我们国内的俗语说，他说你的口袋不要放错，你的床不要睡错，你的门不要走错。我觉得这个三个错是很有教育给我们教训意义的。为什么你的口袋不要放错，床不要睡错，你的门不要走错？因为很多的人他用自己的特权捞了不应该捞的钱，没有自己的美娇妻，但是他却不满足，他要为了满足肉体的情欲，他要去外面混花混流。很多的人他不走正路，凡是想着首先第一要走的想办法的就是走后门，这条是捷径，又快又方便。所以每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整个社会的风气就把应该有的规律、应该有的社会的秩序都打乱了，全都变成了官商相勾结，官相护。弟兄姐妹，这都是表现什么呢？是我们很多正常的需要用不正常的手段去得，这个就是魔鬼对耶稣的第一次试探给我们得出的教训。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社会上去要赚钱，但是你很可能你很多的时候赚钱的时候，你有很多可能用歪门邪道去得，可能用不法的手段去捞，可能你用不这个合法的程序去取得这些，那么我们都成了一个受魔鬼试探的、落在试探当中的失败者。因为今天圣经里面很明显的一个教训，就是雅各与以扫。他的雅各，他想要得长子的名分，这没有错，因为长子名分有双倍的产业，能够得上帝更大的祝福，这没有错，按照人的肉身来说。但是他用欺骗他父亲的手段去得，欺骗他年老的父亲的手段去捞，结果怎么样呢？就被哥哥追杀。他是一个骗父亲的人，所以他的人生路程当中充满了被人欺骗，加倍的报复在他的身上。他的舅舅曾经感叹工匠10次。所以弟兄姐妹啊，
他一生后来就像很多的苦难都是离不开他起初用不法的手段去得，我们不，所以从中给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受这个试探引诱的时候，求主保守我们，像耶稣一样，能够让我们知道这些需要跟我们还有更大的需要相比的话，这些个需要乃是次要了已经。所以耶稣会说出一句话来说：“人活着不是什么单靠食物，用这样更高层次的需要来轻看我暂时的这个需要。”这正是我们今天早上查经的时候所说的，我们基督徒有两个福分，你我们世界上只有一个福，可能就是地上的福，永远永生的福已经挪去了。我们基督徒有地上的福，还有天上的福，但是我们不是说不要地上的福，但是我们最大的终极的需要和目标是什么？是得到天上的福。两个福不能同时得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哪一个？这是对我们的考验。如果说在此中间一些的缺乏，而让我们去放弃那最大的、最重要的，那么我们真的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我们千万不要上魔鬼撒旦这一个当。好，第二个呢，给我们看见魔鬼试探耶稣是什么办法呢？他是要叫他带到殿顶上去跳下来，然后试验一下。你说上帝这么爱你，你的父亲这么爱你，你的父亲一定会派一个天使托住你，免得你受伤。而弟兄姐妹，这个带到殿顶上去是很有意思的。你知道殿顶这个圣殿最中心的哪里，最瞩目的地方在哪里？一定是殿顶上。那么弟兄姐妹，这个圣殿其实就是整个耶路撒冷最中心，所有这个百姓最瞩目的地方。这我们知道，整个耶路撒冷当时的时候，对犹太人来说，以色列人来说，就是一个最中心的一个地方，是宗教的从敬拜神的一个中心，也是他们这个商业的一个经济的一个中心，一个政治的中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我们的一个国家的首都啊。这个首都是整个国家百姓的瞩目的一个地方。那么弟兄姐妹，看看，而且整个以色列人，按照现在我们的眼光去看，也成为像是世界的中心，亚非欧的中心。这个地方是世界瞩目的地方，是宗教的中心、经济的中心、全世界交通枢纽的一个中心。你如果说那个时候耶稣从殿顶上跳下来，有人拖住他不至于受伤，那一定是引起整个耶路撒冷，甚至引起整个以色列国家的轰动，传遍到世界各地，他可以大得荣耀。你想想看，如果现在在白宫上面殿顶上跳下来，安然无恙，你不用说安然无恙，就是已经死了。或者说我们这个天安门上面跳下来，一定没有事情啊！你101大厦上面跳下来，一定没有事情。那你一定是名，马上新闻报告到全世界，全世界变成有名的人了。那弟兄姐妹，如果耶稣是这样做的话，那么他这个有名、这个荣誉是怎么而得的呢？他是要建立上对上帝的试探上而得，要破坏上帝正常的自然规律来得。那么从中就给我们看见，就受了魔鬼撒旦的打扰，我们起初对上帝的信心表明是假的，表明你起初信耶稣的信心，你都是很，至少是很肤浅的。你还需要碰一件不是重要的事，甚至于连想自己得一点的荣耀，
你还要用试探上帝的方法而来成全自己。那么弟兄姐妹，你想想看，那就是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说荣誉啊，名誉啊，这个是需要，圣经说没，说不需要。这里也说奥，是奥召的第一节说，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钱。传道书的七章一节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美名胜过大财，这个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用我们中国人讲，人要脸的时候要皮呀、啊，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脸上有光彩。土话就是这两讲，对不对？而且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也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意思就是说，我们也要看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要用一个好的行为呈现在他们的面前。所以人是需要有一面子，人需要一点好的名誉，这是正常的，这是有必要。但是你这个用试探上帝的方法而取得的话，那么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又是变成了受魔鬼试探而失败的一个可怕的地步当中去了。当然我们要荣耀神，还有我们要自己的荣耀的时候，从耶稣的角度给我们看见，不是自己要荣耀自己的时候我们才去做一些事。耶稣身上给我们看见，耶稣是不是要荣耀呢？耶稣从来不说自己要荣耀，乃是什么呢？他为了荣耀神。那他怎么得荣耀呢？当他去荣耀神的时候，我荣耀父的时候，父也荣耀子。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看出这一个逻辑，他不是为了荣耀自己而荣耀，他乃是因为荣耀神，神却使他得着了荣耀。所以这看见就是动机的问题。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每一个，我们不是说不要名誉，我们不是要名，不是不要美名，都需要美名的。我们要重视人对我们怎么看的，但是我们这为什么要只有又看见这个美名，不是自己为了美名而去美得到这个美名去努力的，而是为了荣耀神，让神的名的荣耀我们去努力。当我们神的名的荣耀的时候，神也接着环境接着人是我们得荣耀了。很简单例子，一个丈夫得荣耀了，这个妻子让丈夫得荣耀了，这个妻子也自然就得荣耀了。如果说这个儿子让爸爸得荣耀了，那么这个儿子也自然就得荣耀了。所以我想很多的总统的儿子，这些皇子，像英国这些皇子总是比我们荣耀多的吧，对不对？那弟兄姐妹，同理，我们如果说让我们天上的父亲得荣耀，那么我们这些地上的百姓，地上的这些儿女，自然也被得着荣耀。所以这个荣耀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这个荣耀不是外在的，是完全里外一致的，是经得起考验的。弟兄姐妹，圣经当中有很多人，他为了得荣耀而不是真的，乃是虚名假意，所以结果呢，落到了很不好的结果。比方说《使徒行传》记载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明明是将一半的财产奉献给上帝了，但他却说：“我把全部都献给神了。”弟兄姐妹，他也得了虚的荣耀。我想他把一半的财产奉献给上帝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能够遵守十分之一的奉献我们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们能够经常想
哎，我应该多多少少要奉献一点的时候，我们已经觉得是了不起了。弟兄姐妹，他却把一半的财产奉献给上帝，结果上帝将什么事临到他？将他丈夫这样说的时候，他说我把全部献给上帝了，气就断了，把他们拉出去满葬了。后来他妻子来了之后，耶稣把全部奉献给上帝了，又将他气断了，又把他满葬了。我们想，上帝怎么这么严厉呢？他们这么爱主了，愿意将一半的财产都奉献给上帝了，为什么这样的事临到自己的家庭？弟兄姐妹，我也想不明白。反正非常奇妙的，你如果说仔细研究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在金钱上犯罪的经常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而且刑罚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是不是你的。我们说恕我们，我们应该做的就应该做的，不应该做的就不应该做的。但亚拿尼亚，你说一半奉献给上帝，我想上帝就大可能会大得满足了。竟然当时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人说把全部都献给上帝，但是你一半献给上帝也已经很不错了，为什么你在这个时候说我是把全部献给上帝呢？所以从这个地方就给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我们不能用了欺骗的方法，我们不能用假的荣耀啊，这个不是真材实学的，不是真材实料的，不是啊里外一出似的真实的东西来欺骗的时候，那而得到的这个荣耀的时候，那么这个荣耀就是成为了魔鬼试探耶稣的第二大试探。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要知道，我们耶稣是怎么荣耀神的。他是用生命跟死亡、复活升天来荣得到上帝的荣，得到荣耀的。他是啊，言传身教，怎样教导就怎样行事为人，来彰显上帝的真理和爱，来荣耀上帝的。他是怎么样来荣耀上帝？所以用自己在十字架上付出身体为我们摊开，宝血为我们流出，这样付出代价而得到上帝的高举和荣耀的。他是怎么样为世界上的人离开天上的宝座来到地上，甚至降到最低最低，然后上帝才把他高举起来。他来一生当中来完成上帝在他身上的托付和使命的时候，他才得着了这个荣耀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从耶稣受死第二次受试探当中，我们要吸取教训，我们是要荣耀，是要有面子，但是这个面子，我们这个美名要真的有所付出代价而得的，不是要来试探上帝而得的。第三就是魔鬼把耶稣带到山上去，把万国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叫他跪下来拜拜我，我就把这个万国万国的荣华指给你。这里面有几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万国到底是谁的？魔鬼指给他看万国万国的荣华，给他看了之后，啊，真好，然后你跪下来拜拜我，我就给你。那请问万国万国的荣华是谁的？我们深知道魔鬼是在说撒，里面有撒谎的成分在。按照我们现在的基督徒的认识就知道，万国万国荣华一定是上帝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所以天地万物都是上帝的。诗篇24篇第一节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地上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哥林多前书10章26节说，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主，都属于这造物主，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而且在马太
这个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描述也给我们看见，他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没有仓库，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够思虑寿数多增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还不能做，为什么还要忧虑别的呢？弟兄姐妹，他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上帝却养活他，这是天鸟谁养活谁创造，都是我们这创造万物的上帝所创造的。那么魔鬼撒旦为什么这个时候说你跪下来拜一拜我，我都要归给你呢？弟兄姐妹，圣经确切也告诉我们，魔鬼也没有完全撒谎，他也不是说全是谎言，这是由一部分他掌权的地方。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约翰一书第二章说我们是什么呢？属于神的，但是全世界呢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这恶者是谁？那就是魔鬼撒旦。那么难道这个全世界都是被这个恶者怎么样啊？这掌控者，所以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有一定的权势在里面，他有一定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这新约圣经刚才我们所读了啊，这个地方马太福音第十章受试探啊，还有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第六节也同样是记载耶稣受试探的这个故事。他却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一切的权柄和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把它给你，你若服服拜我，我就都归给你。路加福音什么意思呢？这时候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这个世界这些万国万国的荣华上帝要交付给他了。好像这个话里面呢，从整个神权上来讲是交付他，他是有谎言在里面，不是交付他，是他自己堕落拉了一批的堕落的天使以及跟随他的人所偷取的，可以说是更准确被他偷取的一群的啊，还有一片的势力。所以呢我们说他讲的不是完全错。那今天他说要把这些权柄都交给你耶稣，怎么样交给你耶稣？只要你耶稣跪下来拜一拜我就可以了。弟兄姐妹，那多么简单呀。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又要一个问题，还要问题什么问题呢？就耶稣要不要这个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圣经给我们这个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说得很清楚，他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诸基督都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从这个经文当中以及最后的时候审判结果给我们看见，耶稣来到地上就是为了得着这个国。所以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也这样说，愿你的国降临，现在地上如同现在天上。所以啊，耶稣要不要得着这个果呢？这个全世界被他已经被他骗走的那一个啊权柄呢？要。所以耶稣要这个果，现在被交付在魔鬼撒旦的手中。所以魔鬼说你跪下来拜拜我，我就赐给你，那是千分的难得的机会呀、哎、这个太轻松了，我拜一拜这个都归我了。弟兄姐妹，耶稣有没有真的哦，这还很方便，我真的是有需要这个国王来的，那我就拜一拜我就得了呢？没有。耶稣第一句话说撒旦退去吧，他就吩咐他用上帝儿子的权柄吩咐他离开他。弟兄姐妹，然后你看见耶稣没有失败上他的当，那耶稣从中给我们看见魔鬼希望我们走的一条想要得的一条路，是要目标成全的时候要走的一条什么路呢？是一条洁净的路，只要你跪下来拜拜我就可以。但是上帝给我们往往走的不是洁净。
境，给耶稣走一样，必须来到地上马槽，然后传道，然后为主受苦受领鞭伤，然后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弟兄姐妹，耶稣必须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从中给我们看见，我们很多的路可能你在走的时候，撒旦会告诉你走捷径最方便最容易，就跪下来拜拜我就可以。但是很多的时候，真理告诉我们不可以，上帝告诉我们不可以，你要按照他的规矩，他给我们的程序，给他给我们的步骤，一步一步走。所以而且他给我们走的往往是你要付代价的，流血流汗的，甚至要付出生命。所以耶稣就走了这一条上帝给他的路，他拒绝了那一条捷径。我常讲，很多的时候英语学不好，怎么样学英语把它学好，很多的那个广告他告诉你，哎，你加入跟我学，哎，你加入我的 APP， 哎，你马上三个月就会那个这个听说讲都没问题啊，一年都没有问题的。后来发现全都是捷径的路，这种啊，他说你好好掌握他的方法，几十天里面你就能够记住几千个几万个英语单词哈。后来发现这都是广告，这个捷径都走不通，你必须要脚踏实地的，好好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记，每天好好的学，一句一句的学。你要进入到英语的环境里面，好好的听跟人家交流，你才可能会逐渐的成长。没有捷径，往往这个世界上很重要的、很有价值的东西，往往需要你付出很大代价，而不是走一条捷径可以得的。走一条捷径可以得的，可能也是现在的时代的凤毛麟角，或者说最终的结果也不是什么样好结果。曾经。这个有一个美国这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威廉琼斯。这个人呢很穷，他假扮成自己是很富有的，租了车，打扮得很好，然后做了很多假的文件呢，去银行去贷款，结果贷了之后呢，办的公司没有办成功，失败了。结果不但没有失败，没有成功，而且呢，他要被追捕，受法律的制裁，要这个受法律的这个欺骗的那个罪啊，这个但凡管不清的这个罪啊，要坐牢，抓捕他。他就一生就在这个全世界各个角落过着黑暗的流浪的躲避的生活。那弟兄姐妹，这个告诉我们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很多的时候，你一开始说你为捷径已经走到了，到最后的时候反而走了一个一条弯路啊，来来去去在那里打转打转，转来转去啊。所以从中求给我们看见，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顺服神要我们走的这一条的路才是对的。因为我们深深知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人的道路。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我们很多受到试探的时候，让我们要给我们想到要走一条捷径的时候，你这一条放在你捷径外面，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一定要三思而行。是不是可能会像耶稣一样，魔鬼会试探他？如果我们像他一样，就可以靠主得胜。好，从这个三次耶稣受试探当中，给我们看见，好像魔鬼是非常厉害的，他谁都不身上都会去试探。刚才我也说了，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会试探，但是我们也不需要惧怕。他试探来试探去呢，只不过就是这个三招。第一，就是眼目的情欲，利用你眼睛所看到万国的荣华啊，肉体的情欲，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让你可以充饥。
还有了精分的骄傲，就是想得到一些虚名、不合实际的一些荣耀。那弟兄姐妹啊，你看，而且呢，魔鬼从自始至终，他就用来就是这三招方法。而且反过来，为什么用三招呢？他还不需要用很多，用三招就让很多的人失败跌倒。为什么在耶稣的身上得胜了，就体现出来耶稣就跟我们所有世界上其他的人的与众的不同。亚当夏娃也是这样，看看果子上悦人的眼目，他就可以再来吃，再来吃那就是肉体的情欲、啊、吃了吃干什么呢？他说可以聪明啊，比任何人，你这个叫智慧果，智慧树上的智慧果，你可以知道上帝还没有告诉你的一些事情。结果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虚荣的骄傲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所以约翰耶稣的二章十七节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都不是从父那里来的。你要知道那是从哪里来的，从世界来的。这个世界是也就是指那个魔鬼撒旦而来的。所以在座的每个姊妹弟兄姐妹，我们也从这个试探当中，我们也看见，不说环境，亚当在好的伊甸园里面，很好的环境里面，他们却失败了。耶稣在这个旷野里面，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面，他却得胜了。那么，耶稣是如何得胜的呢？第一，依靠圣灵，他是圣灵引导到旷野，他一直没有离开他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他得胜。第二，他们要多多的祷告。耶稣禁食四十昼夜，什么意思？多多的祷告，祷告才能得胜魔鬼的试探。第三，要熟悉圣经。耶稣每一次得胜他，是用神的话得胜他的。经上记着说，经上又记着说，因为经上如此说，都是这个经上圣，用圣经的话抵挡他。魔鬼是讲的是似是而非的圣经的话，耶稣是用准确的圣经的话去对付他。最后一个呢，就是要效法耶稣，不要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要荣耀天父为主，我们要以神为中心的时候，那么弟兄姐妹啊，我们就能够胜过撒旦对我们的试探。撒旦一对我试探，要我满足自己肉体的时候，耶稣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自己的食物，反靠神口里所出的，神口里。第二次试探的时候，耶稣回答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你的神。第三次试探他的时候，他怎么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是不当你的神，没有一次不提到神神神。所以说，当我们如果说效法耶稣，以耶稣为基督为中神为中心的时候，那么魔鬼的试探就也会渐渐退去，正像耶稣一样，魔鬼退去他，天使就与他降下来，来服侍他，与他同在。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长辈弟兄姐妹，能从耶稣受试探的人历史经历当中来帮助提醒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像耶稣一样得胜的世界上而来的一切的试探。愿主祝福他的话，今天上午我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请大家闭目做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和赞美你，关于自己的带领，今天早上的时候还是与弟兄姐妹一同分享了关于你耶稣受试探的经历，说你受试探的经历当中给我们看见，主啊，我们不应该用正常的需要，用不正常的手段去得。我们也从你耶稣受试探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是需要好见证你的名，荣耀你的名，以致让你来荣耀我们。我们不应该用试探的方法，从这不幸的恶心来得荣耀。主啊，我们更不应该来用跪拜魔鬼、向魔鬼投降的方式来成全你上帝的旨意。主啊，请求你怜悯我们，请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真的能够胜过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样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神啊，回应诗歌，我愿侍奉你。永永远远，阿门。